观察市场行为，品味多空变化，大道至简，财富加冕。欢迎来到 J 币频道。好，当前的位置，比特币已经准备要暴涨了吗？又再一次拉涨外账，目前为止还能追吗？还是有风险的。OK，讨论一下。好，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点击我们影片下方链接，加入社区，一些比较关键及时分析补仓服务都在里面，非常重要。Discord 还有电报社群都是免费的，点击链接加入。OK。 那目前 Zoomax 有最高五千一百美金赠金优惠。如果说你想加入社群，都是免费的，用我们链接码注册入金可以加入。OK，好，那来看一下盘面，目前的位置啊，比特币又再一次的上涨。兄弟们看一下这一波上涨呢，在上涨之前呢，它是把我们的前低做了一个跌破动作，对不对？有小幅跌破前低位置，二六六五零跌破之后又马上收回了，对不对？而然后。 跌破，收回，测试没有跌破，然后呢，反转是吧？又再一次上涨。那目前的位置来说啊，比特币这个位置已经准备爆拉了吗？OK，来讨论一下这个、地方来说，如果我们从成交量来看呢、啊，这里的上涨的话，它是比较虚的。看一下成交量的部分呢，比特币这里来来讲啊，它是还是处在一个缩量情况当中。如果说它价格在接下来一个时间呢、啊，能够去有效上破二八。 九三七你前高的位置上破，并且放大量，就是放一根大量，有这么大一根阳线，或至少说高于前面的阳线的阴线吧，对不对？这么大的一个量能爆出来的话，那我会相信它是个真的破。那如果说它突破之后又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比较微米成交量的话，比如说上破之后上破，上破之后上破，比如说我们看一下，上破缩量，还是一个小流量的话。 那我认为接下来可能是一个假的破，这边还是注意一下，因为它这边上往下跌的一个幅度是比较小的，把它下破前期位置比较小，它并没有如我们原本预期啊，它做一个比较深的下跌，而是只打一根针，打一根针就弹起来，然后呢测试没跌破，然后直接涨。所以整体来说到这个位置啊，多头上涨目前来说是有一点点危险的，就目前它的成交量啊配合是比较不足的，对，明显看出来这边还是在缩量。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重点去关注啊，它是否上破之后会有一个假突破现象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上破之后上破，然后又下破的话，那我会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开空机会。当然，还是不建议做左侧交易啊，要出现比较明确信号才会介入。那这几天也是一再提醒啊，价格在当前这个位置是不建议去追空的，对不对？那虽然它没有说如如我们预期啊，我们都看一下看一下回撤的话，其实整段回撤。 从我们这个上涨的起点一九五六八开始算的话，这一段的上涨的话，它其实并没有去打到任何一回收位，对不对？并没有去打到我们的三八二在二五三五零左右，它价格并没有去触碰，而是在高位地方它只仅仅是跌破了短线的支撑二六六五零，50, 然后呢就涨了，对不对？跌破收回，然后就涨了。所以这里多头走的是比较比较急促的，并没有给到比较深的一些回踩机会。 OK，那我个人也是有在这附近做一些现货的一些加仓，但没有说买了满的，因为毕竟它这边并没有给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入场机会，所以我并并没有把它买满。尤其之前的话，前几天它它也是做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结构，就上上方是有一个明显支撑，然后呢高点降低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前几天的情况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支撑位啊，好了，回放一下，在这个位置。 是有一个明确支撑位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验证，和前方的高点呢做一个止足互换，OK，新的互换之后呢，价格没有跌破，然后构成一个窄幅震荡区间，震荡区间在窄幅的一个空间中呢，最后呢上破区间高点，在这个大概是二七三三的位置，二七3三三它突破之后呢回踩，然后就直接涨了，所以目前的情况来说啊，高位这边还要去追的话，可能是比较不适合的。 但如果说你要做空，那更更是不适合啊！这个地方整体来多头趋势当中，在高位没有出现空头明显的信号的情况下，我是个人不建议任何做空操作的。OK，还是维持原本的观点啊！这个地方目前来说，是否有机会开启下一波的上涨呢？OK，是有机会的，还是要注意。如果说你目前还没有去买入现货做多朋友啊，目前的话，明显太也太晚了，对不对？前几天的话已经给到了低位去回踩机会，而且是给了大概有，我看一下，给了大概有。 有六天的一个调整，然后呢，上破区间，呃六，那这多久啊？不是六天啊，一天啦、啊，一天，一天调整，一天调整呢，然后价格上破区间，上破了这个窄幅区间，然后呢，上破之后呢，直接拉。那主要呢还是要注意多头风险。目前的成交量是比较小的对，非常小。我们如果看整段调整的话，从后半段来说，还在一个缩量，怎么还在缩量？ 然后多头的量呢是非常非常小的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这样的风险呢是，是否有一个上涨之后又多的情况，会还是要注意，因为上涨成交量是比较没有配合的，看一下非常明显嘛，对吧？上涨是没有什么量能配合的，除非说后续它上涨突破前高点的时候呢，突破的时候放出巨量突破，然后巨量拉起来，那我会认为说接下来是有机会做一个有效突破，那目前来说的话，还是要打一个问号，还是打个问号，好。 那当然，如果说你在第一位有做多又满仓的朋友，当前就直接拿住拿稳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做任何操作，也不需要去着急卖出，因为当前的位置来说，高位主力也经过一次、对两次、三次测试，基本上在多头趋势情况下当中呢，三次测试主力通常最后都被突破了，就最后价格即便要下跌啊，即便要下跌，它也需要去往上突破两万九线，突破之后如果无力又打下来的话，那我们再考虑把这个多单先给我出场。 然后，或者是要做空都可以。那至少目前来说的话，我个人建议啊，如果说你有买入现货，你有做多朋友，就拿住拿稳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做任何其他的一个恐慌。OK，好。所以整体上的情况，那我们再看一下以太坊吧。以太坊现在情况来说，走势也是慢慢拉起来了，你看也是非常经济高点一八四六的位置。当然，目前来说的话，价格仍在这个盘整区间内部，对不对？非常明确的整理区间。 价格是在一七一五到一八四六的位置，那比特币的话呢，也是非常明确的呗，非常明确。盘整的区间的话，我看一下，盘整的区间是在二六六五零到二八九三七的位置。你如果抓了稍微，呃，笼统点，二万六到二万九吧，两万六到二两万九这个区间震荡。所以呢，价格给到任何回踩机会啊，都是你再次上车去买入机会。一再强调啊。 极夜双并没有给到我们非常理想买入机会，比如说它并没有回撤到两万六以下，并没有给它更多回撤，那至少你在高位这个位置啊，你是不好做空的。OK，好，那以上情况，那如果说你觉得讲解不错的话，更详细教计划怎么设计公布。那如果说你想加入的话呢，都可以点击我们影片下边链接，加入社区这边。OK，好那，那 <coughs> 如果说喜欢的评判，个赞 OK，按赞点开选单，我们下期课程见，拜拜。